男神驾到，全场尖叫！大家好，我是解说楠楠。现在是临近年末，梦三国当然会给大批玩家发放这个福利啊，也就是这个大胸鼠标垫，只要扫一扫二维码，就是这个二维码，然后下载此游戏，福利的发放啊，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，我会从中转发并且评论的，然后抽取幸运观众，然后这个鼠标垫呢，大家就可以带回家啦。这边给大家带来的是《乱迷魂》第一视角苏鲁班，也是迷魂是梦三国出名的一个大神啊。打这个苏鲁班，只是说，作为一个不是算输出，也不是算法爆的这样一个人，我觉得还是，比较尴尬的。我们看一下我方阵容，迷魂拿的鲁班、孙尚香、许褚、曹冲，加上一个魏延。其实我是很少解说大神的啦，就是有点紧张，而且我自认我解说功底不足，我会很容易招喷，然后大家看视频的时候宽容一点好不好？如果解说的不好，是不是不要那么那个啥，说的太难听，想骂我可以私信骂啊，别那啥，我也挺紧张的啊，第一次解说大神。你们看鲁班是走一个单上啊，喜欢楠楠视频的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蓝色订阅，还有这个 QQ 群大家可以加一下，每天晚上6点禁言，我会把最新的链接发在里面，还有微信啊，我会发在朋友圈里。迷魂是好久不来频道打直播了，比较罕见的一个人啊，所以当然我要做视频。上路对线的是一个周仓，不知道对面有没有给他拉野的。此时对面是有一个四级的曹植过来，直接游走一番，我们 WRT 脚走，直接是踢走了，继续往回走。此时 WCD 好，再次一个神子 OL 走掉。这时候曹植是在后面二技能控制给上啊，但是对自身的生命造不成多大的威胁。真心好紧张，就感觉到了这个我当姐说的第一天那种感觉啊，就是不会说话的，然后有点激动啊。你看一分钟一血爆发，对面的马苏优先带走我方孙尚香。又是一个 W 踹过去，二技能给上。里面几个普攻给向周仓，是直接把他霍霍成了半管血。周仓是抢劫过去一个小兵了啊，他走的是非常快的。我们继续在后面撵他，我们周仓边走边吃树 ，W 给过来 A 一下，继续二技能踢，漂亮！原来是可以单杀掉周仓的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啊。这边 WCD 再次好，漂亮！上路直接一个单杀周仓，直接让自身的小宠物运过来一个清魂瓶六啊。你这公屏上的人已经说了走位真迷魂，还是紧张怎么办？我还是紧张。鲁班带走一个人头以后，此时是一个等级四级啊，击杀一个排名第四。对面曹植是选择四级，是辅助队友带走了我方曹冲、奢华。选点运过来一个蓝瓶直接吃。我方虽然是要再次带走对面马谡，打到一个两分钟，人头比数2-2。就在上路进行一个对线啊。听说迷魂可以把这个劣势路变成优势路。人家发现了一个小鸟，要不要过去杀一手？哎，两个鸟直接杀了一个。周仓抢劫过来，曹植控上。此时曹植是一个六级节奏，一个 W 过去消耗一手。这边鸟是停在这里啊，明摆着让我们杀嘛啊！再次杀掉第二个鸟，我W 给过来。
在上路对线直接到达S7级。逗逼鸟啊。看下对面的董卓是再次带走我方曹冲，一个 W 踢过去，对面周仓抢劫了一手，继续开启水鞋在后面撵他。这周仓是来了一个塔下的迷之走位，魏延在后面封路控制给上，对面周仓是直接人品爆发闪的一手，继续在这里追他。二技能在 CD 当中，一个 W 过去消耗，一个普攻漂亮，再次带走他。提起董卓，刚刚提碧落下，直接放起大招，魏延来带走这个人头。直接魏延一来啊，这个辅助我们鲁班成功的拿到上路两个人。那周仓再次提碧落下，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蓝，清风瓶也没有，一个大招直接搂给孙鲁班。魏延这边一个大招算是救了鲁班一命。曹睿在后面六缝子一个 W 给上啊，鲁班是死在这里。瞬间又是大手一挥，带走了我们上路的魏延。此时要 TP 到上路，鲁班此时一个五分钟啊水鞋，接下来是准备做自己的 BKB， 野区曹冲放起了大招，人们能不能秒掉瞬间？漂亮，直接带走。偶遇一个曹植，曹植应该是比较脆的，二技能踢起来，自身往后走，董卓一个勾，我们是躲过。曹冲直接过来，来了个双杀，但自身也是死掉。周仓这边大招给向魏延，又是一个闪，那魏延采血，他最终还是被周仓给带走。刚刚要走掉啊，这边直接一个大招一控三，继续提起人，瞬间也是过来啊，最终还是被马谡来了个双杀。继续来到上路，现在是一个四个二的节奏啊，击杀二，死亡两个，助攻两个，排名第二。啊，打到一个六分钟人头比是6-11，一个比较被动。这 W 过去消耗一手，带一下兵线。无方的曹冲是成功拿下了对面一个塔，那 W 给过来，二技能踢血，漂亮上路，直接一个单杀董卓，差那么一点点，曹植在后面控制给上，哎呀妈呀，那边大招也是用上了，曹冲不是周仓又是大招给上啊，人品爆发直接闪掉了我们孙鲁班，曹植的人头。来到下路，没有许朱是直接创给上，去踢过来，直接鲁班带的这人头也是终结了对面马谡的永光三军，也去有一个十级小曹植，瞬间在这里一大好多人，后面曹植也是比较针对鲁班的啊，技能刷刷就撇给我们明环，这个 W 再次撇过去，回头又是个控制给上啊，曹植在这里直接放起大招。回头曹冲来了一个双杀啊，看到我们许朱是拿了个人头，这是阿成拿的五号玩的楠楠，踢过来继续二技能，马谡周啊吃了口灵玉，还差那么一点，直接一个普攻带走。看一下此时一个1200的经历，直接被董卓勾过来，原地踢起，周仓过来闪一球抢劫啊，被董卓给带走。孙尚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，活活给对面送了一个人头。看一下我方野区又是一波有力的团战，那曹冲直接放起大招优先秒掉曹植，周仓又是过来闪，鲁班 W 给上，那二技能给上孙坚，继续普攻他，开启水鞋一个劲儿撵他，瞬间是个残血节奏，后面被控制上。看下我们魏延封路一大三，踢掉一个马谡，对面的董卓是结束了自己生命，这里还剩下一个周仓，虽然在后面点成功点掉他。
记，就连风雨都是真理，当然会有坏的事情，坏的天气，两个人在一起不可以。提到上路，来到中间带一波兵线，可以看到我方队友这许珠是一直在买灯，好辅助啊。何大的隐身晶圆用了一下，因为周仓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，没有准备去跟他硬碰硬。周仓丢了，来到一个九分半人头比数17-20。等一下，我方野区是，好多好多人在追一个孙坚啊。中路有一个在拆塔的小马谡，我们鲁班是直奔我方野区，免许珠一个二技能撞过去啊，直接被这个董卓来了个双杀。没有，我方野区是有三个人的，遭遇一个马谡。此时现在隐身是没有了，周仓抢劫过来被变成了小猪，马谡直接喷起大招一血三连杀入我。隐身没有了，许茹继续打一个前排在前面滚，我们鲁班准备此时是在家里啊，做出了自身的跳石，这 W 给过去啊，踢起曹植，曹植太脆了，简直啊，直接是单杀掉的。被董卓咬上，马谡在后面抽溜缝子，直接是由董卓带走。现在鲁班是一个击杀6死亡6啊，助攻7个，排名第3。队友有点坑，其实。因为曹冲给曹植变成了小猪，三技能标记给上，曹植回头控上啊，没来得及把这个大招放完，就死在了我们队友手里。下路的塔被对面马谡给拿掉，孙尚香这边开启了三技能。继续来到我方野区转悠一圈，发现这个虎头虎脑刚刚被人打过。继续在踹啊，这个树妖兰兰，这里有一个马谡，直接毫不犹豫的踢血，放起大招，控制给上 ，A 的几下，我方队友曹冲是过来了，回头这马谡是给了曹冲一记小羊杖啊，偶遇虚主，这边男的是拿了一个人头，可以看出野区是有灯的，人们虽然现在给自己加血，哎呀妈，周仓直接一个大招过来了，吓死宝宝了。人们许初过来滚，往回走一手，鲁班快过来救他，二技能给过去，人曹冲放起大招秒掉一个周仓 ，W 踢过来，回头曹冲还在这减速呢，董卓直接把这个许初勾过来，直接二技能结束自己生命，踢过来，枸杞，曹冲在后面继续溜缝的输出，孙坚这边拍起大招，董卓是一个丝血状态啊，哎，竟然跑了。回头给这个鲁班变成小猪，董卓再一次一个神钩救了自己队友一命。曹植是变成了小猪，优先切曹植其实是个很好的方法啊。W 窜窜过来一个普攻轻松带走，回头这里面还有一个周仓，直接一个大招，应该是要死在这了啊！死了！我们曹冲快跑快跑快跑！哎，绕一下，哎，绕圈，快跑，给自己加血。V 控制给上，人们曹冲快跑，吃口留意，回头再次控制啊，还打着 A 呢。这董卓直接二技能放着之后，就是把我们曹冲大招特杀给终结掉了，就应该跑了。其实刚刚，那 V 继续再跟两个人进行一个走位。给大家打到一个13分钟，我们鲁班做了一个红甲，也是由于对面有这个董卓，还有对面的变猪，确实给的很凶残。还打到一个26-32，
哎呀，对面在13分钟偷摸的打了个 BOSS 麒麟臂。中路一波有力团战，魏延给了自己一手金箍，鲁班是准备过来支援，有个残血的马谡啊，边跑边吃灵玉。许褚再次结束自己生命，踢过来直接带走一个马谡，这边有个鸟，哎呀妈呀，想不想踢？这个瞬间是一个减速给上啊，幸亏我们有个红甲，回头被这个曹植控上，继续再追。周仓也是被我们给打跑了，曹植过来，瞬间刷新再次一个大招，一个 W 再次给向鲁班，没放弃大招，漂亮啊！魏延后面劈一刀带走曹植，踢起孙坚带走孙坚人头，加可能会血。唐冲继续弹，新版本的曹冲是这个弹改版了啊，就是优先弹这个没有血的英雄，我觉得他这个改版改的非常的人性化。踢过来直接给这个马谡搞起，后面被曹植控上，人家曹植直接放起了大招，此时是一个残状态，队友给上一手禁锢，然后放起大招，后面被这个曹植给带走啊。熊人在后面利用自身的 W 啊点掉曹植，继续在后面点孙坚，这边孙尚香点人还是挺疼的，不过缺蓝，也是现在虽然说缺蓝啊，但也是造成一个双杀，这边三杀有没有？直接许珠二技能滚过来，来了一个抢人头，也是终结了对面董卓的一骑当先，连斩四名敌将。看一下，终于在15分半做出了自身的御魔，打到一个34-36，逐渐的找回节奏。把自身的领域升级成大的，此时 W 是有的，再次回头踹一脚，带了一波兵线。见过迷魂有一次打错了，哎，是迷魂还是贵斗忘了，就是嘎跳进去，别人 一堆人打他，然后自己肉嘛，完了吧放个大招，完了 W 回来了，哎呦我去，老狠了。然后开启 BKB， 直接曹冲带走个曹植，我们去回头滚这个马谡，认为马谡也是有御魔的节奏啊，因为 W 继续准备过去追这个孙坚，孙坚只是一个15级，看来发育的不是特别好，我敢打赌这孙坚绝对是裸的刷新。那继续再追他啊，跳过来直接带走孙坚人头，他这个意识真心不错。许珠在中路扛塔，带领一帮小兵直接把中路的二塔给拿掉，打到一个16分钟，终于人头比数持平，我也是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啊，看来我的战斗力要涨了，好开心啊。继续在中路进行一个带兵线扛塔，对面 TP 保一下，董卓直接把对面的一个人勾回去，人家马谡依旧开着御魔，很尴尬的啊，开着御魔过去炫耀一圈，然后没有然后了。那周仓也是开着御魔，一个大招给向我们鲁班，又是闪一手，人家鲁班，哎呀妈呀，好可怜啊，被周仓给闪死。周仓的人品也是杠杠的。而曹冲被控上，孙坚放起大招，人家孙坚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刷新。魏延直接放起大招，继续使用魔之力，曹冲是死在这里，很惨啊。孙坚再次刷新第二个大招，带走了我方曹冲，这波团是打得有点惨，那孙尚香应该也要死在这里，回头还有一个魏延，孜孜不倦的在劈刀，应该可以走掉啊，做出自身的龙凤双股剑，输出鲁班，其实是一个2900的血量，也不算特别肉，也是打一个前排然后输出，哎，御魔可以站得住脚。哎，打到一个18分钟人头比数39-41，好不容易来的一个节奏被刚刚那一波团战给打乱了。
一下鲁班此时是在这个我方的远古野这里，对我们的一个对面的一个下路二塔是这个虎视眈眈的啊，在这里发了一波团战，而孙坚应该是有刷新大的啊，许珠优先死掉，回头继续搞，对面孙坚带走了我方魏延，感觉这波团战又要输，开启御魔在这里追着董卓，回头追谁呢？我去，五个人都活着啊，然后我们五个队友都死，就剩一个鲁班，赶紧跳走吧。看对面这个配合也是惊人啊，直接鲁班死了，我们来了一个团灭，要放几大招，直接是由孙坚带走，然后我方孙尚香太脆了，整合整合队形可以的，我觉得对面打团其实打不过咱，就趁对面没有刷新大的时候叮咣上去一顿干啊就可以啊。嗯，此时鲁班一个击杀时死亡时助攻17个，这把是有点难的啊，对面领先咱们7个人头，里面魏延被闪了一手啊，直接闪死，已经打到一个20分钟，其实越往后对咱们越不利的，因为咱们的阵容是没有后期的，因为放姐大招成功秒掉一个马谡，后面被董卓给勾掉，虚竹应该是走不了了啊，死在这里，对面周仓一个连斩3名敌将，开着御魔人面直接走掉，董卓再次勾啊，我们直接跳走啊，漂亮漂亮一个躲，我们魏延反手封路继续过来踢曹植，人虽然是被控上，但我们依旧可以踢起来的。兄弟里踢周仓，孙坚刷新2个大放上啊，我方的队友也是死的7零8落的，这里发现了猫在守树林的仇直，直接给他踢着啊，人们放起大招，被净化了一下，又被变成小猪，闪一手，马谡在后面直接喷起大招。鲁班再一次死在这个人堆里，而虚竹和孙尚香也是被这几个大男的搞的7混8速的，直接周仓来了个双杀，这周仓的人品确实很 bug 啊，一闪一闪的亮晶晶，还是希望看迷魂拿一个法爆，拿一个法爆位啊，这样会比较容易带节奏。河道又有一个隐身晶圆，来到一个22分钟，看一下他是补出了自己的这个加速手套，是不是要做个大甲过来提起马谡，队友在后面支援，现在是成功单杀掉他，等一下我和孙尚香再次被对面给单杀掉啊，董卓在后面在追，继续二技能提起周仓，开启御魔，周仓是直接被队友禁锢了一手，继续在这里搞他，放起大招二技能给上，这货是有复活的，又是一条好汉了啊，直接踢走跳回来六啊，其实身上有3000多的经济，其实我是很心慌的，我怕这把输了我掉分啊，看一下我们是在偷摸打个麒麟臂，这个麒麟需要给谁，可不要给孙尚香啊，哎呀哎，我们把水仙卖了啊，抢了个麒麟臂可以的，
做出了自身的跳选，输出的一个鲁班啊，现在血量也是比较可观的，3000多，果然是做了一个自己的大甲，给队友套光环。自身是非常无奈的买灯啊，做亚灯，其实这期还是有翻盘的可能的，也去发现一个马速，应该是个分身吧，哎，是竟然是真的啊。能开启御魔，在后面大招喷给鲁班，那鲁班也是开启御魔。瞬间这边应该是有刷新大的，一个大招给上。你们看，我们周仓也是一个大招给上。为了杀一个鲁班，你们仨人甩大招有意思吗？一个禁锢给上啊，后面破净化啊，直接是由董卓带走。后面曹冲放起了大招，你们能不能秒掉瞬间？来一个双杀，继续再点他。瞬间再次拍起大招，反正救了自己一命，再次禁锢给上。后面我放的魏延死在了董卓手里，来了个双杀。看现在对面还差三个人头就能取得本场比赛胜利啊。几匹刀上路，其实在这里疯狂的这个刷着野怪，还是自身发展，此时是有400多块钱。刚刚死了一下，掉了麒麟臂，还是比较伤的啊。回家一趟，把这个对剑升级成了大对剑。我放许褚在人堆里，没能成功自杀，发现了一个曹植啊，优先秒掉脆皮子曹冲的人头。鲁班跳过来，虽然像是优先死掉，直接蹦起了大招，后面搞这个周仓，继续再弹踢起曹冲，来了个双杀，瞬间再次放起大招。后面董卓勾了一下我们鲁班，最终最后一个人头是由我们魏延给送掉啊！游戏结束，最佳是这个董卓，我们鲁班拿了个啥？拿了个币啊！最佳是这个孤胆是那个曹冲，这场比赛也是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喜欢视频记得订阅啊，么么哒。